Komm mit rein.剪下来就100绿，是吧？散的，自己捏的时候也挺少。然后整齐，再换了这个方向，反了。行，你可以到时候用手机拍个照片，鉴一下它呀。剪了就不要它了。长发是在腰，然后直接就是一个马尾那样剪下来，我到现在还留着。是吗？嗯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我妈直接给我剃个小男士，就去上学。小时候基本上都剪过小男士，爸都没时间剪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笑了，然后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剪过了，然后现在都完成这个样子。发是看起来还挺好的，头发太黄了。你这个是自己黄的吗？还是染的？自己黄的，我从来没有染过头发。